超级像僵尸，因为他显示度真的非常非常高。你看我刚刚之前的弟弟，然后你看这个还有这么浓郁的颜色，你要猛拍，手上如果沾到这样子的料，这样子才有点拍出来，要轻轻你的两边沾一下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你的腮红。但我觉得用手指拍的妆效比较没有那么漂亮，就是会稍微有一点不成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夏星星。今天呢，我又准备来 brown 一下头发了，感觉我的黑头发长出来不少，这么多了。今天要用到的是施华蔻的这个颜色，瑰丽浅咖。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些啥，它主要染头发的就这两管，一个是显色剂，一个是染发霜，应该就是这个挤进去就可以用。它配的头是这种可以梳的这种。又有这个孔，不知道有啥用，我觉得没什么用。这瑰丽浅咖是一个6/6号色，是有一点灰棕带一点绿色的感觉，不知道染不染得出来哈。就算有保护的，大家一定也要穿黑衣服哟，或者是你不要的衣服。准备了两个夹子，这个没有泡泡的染发膏方便，所以我可能需要分两层来染发。把这两个染发剂混合在一起，全部挤，把它摇晃均匀。好，开始吧。这边开始，我觉得这个瓶子好麻烦呀，它必须完全倒着的时候它才能挤出染发剂，泡泡的话它就直接摁就好了，这比较适合给别人染。这染发膏味道还是有点具体哈。其实我一直都想就是找到一个很好看的染发膏，然后长新头发出来就一直用那个染，然后这样颜色也比较统一一点。但我觉得每次染出来的效果还没有让我觉得好看到爆炸的那种。开工没有回头箭，在染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哎呀妈呀实在染不好了，你起码也要把经常见人的地方，如果你有刘海就把刘海染好，如果你选扎起来，那你就把所有的脸周围的鬓角这些地方全部都染好。如果你头发比我再长一点点的话，我觉得你都不能用这个染发膏了，它的量好少啊，太少了吧，感觉把手指伸进去还可以掏出好多。 OK， 差不多了，好，让我们等待一会儿吧。擦完了，好了，现在已经洗完头发了，发根的地方基本都是染到了的，然后挺均匀的，但是它的颜色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浅哟。它这个图片的颜色可是这么的浅，但是我染出来你们瞧瞧这头发啊，今天染下来的我的感觉就是说不上失望，但是也没有很惊喜，普通。好，我已经收拾好了，出门了。好热呀同志们，出来发现我失策了。今天真的好热，要把我烤干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，哦不，我要声明一下，真的不是我想喝奶茶，就是太热了，没办法。买了杯芒果绿茶，太霸道了，好喝好喝。转过来，分析一下你今天的妆容。
今天我的妆容就是非常的日常。小心机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没有小心机啊。不是不是。它不是你记忆中的摸摸奶糖，那它是什么？我居然拿到一颗鸡了。它没有小时候那么好吃了。我小时候觉得这糖简直是仙丹。仙丹吃了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尝一口看看。不要把我的假牙粘掉了。我记忆中还没有这么粘呢。我们现在要去。大声点。我们现在要去最时尚的 H&M。我们今天的一个挑战就是互为对方选一套最丑的 look。我怕我做不到哎，毕竟我品味就是还是在线。待会儿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见证一下，为我们打下分哈。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奖罚的吧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来一个摆拍，跟你的袜子特搭。爱美十连拍，三二一，一二三。4 5 6 7 8 9 10，走了。哎，我们走到了。你先给我选，还是我先给你选？剪石头布吧。石头剪刀布。好。先给我选。我现在还没有什么灵感，我先去看一下好了。看一下，哎，这一季的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先说一下你什么码数。我裤子和衣服都可以穿185的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悠着点。你刚才拿扒开那件 T 恤的时候，我已经冒冷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刀已经准备好了。这边色彩比较鲜艳。鲜艳。太紧。紧身裤。我裤子它这里没有我的码，就是短裤。这个不错，这个先待定啊。哦不不不，这个吧，你看一下哪个更。One. 好像 KTV 的这个酒水经理酒水小公主内搭，这个就不错。这件有点像罗大哥的衣服呢。罗大哥太气了，是光裤吗？那是运动短裤。发现了宝藏，我的机会都来不及退。多一点啊，这个好看一点。你是要给我配好看的还是要配丑的？好看的。互为对方选一套最丑的。好看的。最丑的。好看的。必须要配礼帽。你的头很大，我建议你更理智一点。我戴不上了。这个。像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有点好看。内搭要这一件。I can give you both。 裤子就这个吧。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到我给他搭配的。丝滑。哦，15可以。再澄清一下，我是160啊。高跟鞋，妈呀，天啊，死亡波跟3637都可以。死亡 Barbie Pink。 OMG， 我觉得我要输了。我觉得我要输了。这边好帽子的，你要配一个可爱的带毛线的劣质的旅游包包吗？这不是09年代 SCI 的款式吗？好。
我已经可以看到一点。我和大红喝的这个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有首歌叫做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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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说一遍呢，还蛮好喝哎，我觉得这个好喝，它不甜，比较解渴。嗯，然后椰子和它的那个爆珠的蒸饭的味道，其实没有觉得很奇怪。但我喝到最下面，它的那个味道有点奇怪。应该是那个奶冻里面的那个水水，那些酸酸的感觉不好喝，在上面好喝，椰子水。大红 ，What？ 我们现在要去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去吃成都最好吃的一家贵州老锅。是为什么它是最好吃呢？因为成都只有这一家。嗯，大概是吧。又到大红老家了，裸锅我们又来啦。这才是真的老家，嘿，不能录到 logo。某点点，请你打钱。大红，你喝什么？我给你买。矿泉水。给大家看一下吃落过的蘸水哈，太豪华了，不辣的、辣的、湿的都有。大家看一下六盘水的水仙都是怎么吃落锅的。性感大红在线煎鸡皮，你进来。我直接来。先尝一下啊。君家酒，快乐永久。好吃，它没有太多折耳根梗。这个土豆丝的可以烙得很金黄，是吗？这是金黄菜。现在已经吃饱喝足回家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。